大家好，我是小玉杨奇玉。今天呢，我戴了一整场的口罩来看《步步惊校》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感觉剧本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，然后很有大家都是要慢慢的去推理啊，或是非常有剧情的剧本。那从头到尾，我笑到真的合不拢嘴。然后他用很可爱、很漂亮的方式来呈现这个剧本，那我也希望说，大家可以赶快来剧院来看这部剧《步步惊校》。